像 HBO 的球员来的这么多。看一下梦想家的转换攻击，卢冠良的后仰跳投没有，争抢篮板，林书豪拿到。丹阳将的作战，一样是在钢铁人正中扮演的角色蛮相似的。林书豪倒地，裁判享受获得两罚的机会。吴永胜，乱军之中，空手的判断上面是他的优势了。林书豪杀入禁区，裁判再次享受林书豪扶着他的右脚踝，似乎是有一点不舒服。这应该是他这场比赛第二次跌倒。你来了，我梦想家的退防也很精彩啊。那昨天在比赛完之后，我有去跟梦想家。那我觉得波恩特不在之后，反而整个梦想家的进攻出手方面分布是交给林书豪。林书豪在弧顶出手，命中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一颗三分球，推进起来了。在中距离抛投没碰到篮，克拉索夫，钢铁人上半场的最后一波进攻，在轴区命中了第三记 field goal。正如上来，当然他进攻端，所以这也是克拉索夫比较弱的一个环节了。扑上来过掩护，球交给右伟，陈右伟前一场比赛比林书豪打第四节。悟空再一步在中距离，不是两个火锅。林书豪外围顶一个假动作，再塞给克拉索夫，篮底下拿下，扶手上，林书豪再发动一次进攻，交给克拉索夫，中距离今天是会进的。